对，我的工作就是去帮忙清台，那时候，对对对那时候我酒量真的还不错。其实国际是蛮有责任心的一个人，因为我接触的时候觉得我他虽然年纪小，但是他就是不怕生，哎，不怕长辈，不像大学生啊，这个好成熟，像30岁的这样。只留了一句话说，我绝对不要夹着尾巴回到台湾，然后在大陆，我在上海就是很努力的，就是不能让自己失败。Hello YouTube， 欢迎再回到 Cookie 酱，对吧？今天请了我两位就是老同事过来，所以这里是我的翔哥，这是克明哥。别这么说。对，很多观众问我说我以前是怎么样一步一脚印到现在。我先介绍这个大哥，他叫王翔，当初呢就在2004年的时候呢，他拉了我一把，让我去一个比赛，叫做2004年世界杯五人制足球。然后让我进去里面那个一个媒体中心里面，就是去当助理新闻官吗？反正就是去处理记者的事情。对，因为台湾的记者那时候是不会看足球。然后隔一年之后，我们有一个比赛是2005年东亚足球锦标赛。对，刚好杯。对，他就真的正式把我拉进去一个，算是那时候我负责的东西比较多的吧。可是主导还是他，因为他还在报社，那时候他在自由时报。然后新闻稿什么还是他来写，然后可能我就是在做一些杂事。那其实我今天请翔哥来是先和大家聊一个东西。说，那时候你觉得2004年的我啊，就是一个20岁左右的小孩子。嗯，你觉得怎么样？人家介绍给我说，哎呀，那个世界杯五人制工作人员啊，有推荐这个不错的年轻人。嗯，然后是在台大的乔森。嗯，然后对足球很有热情，我朋友推荐给我，然后我就说好，后来就打了电话给他，他就接起来，我就说我是谁谁谁，然后他说哦，你等我一下，那个我现在哈在不知道是在骑车还是在上大号，他就说我晚点回你，我晚点我打给你，他就一副很那个很了不起的那种的口吻。后来他就真的回我，然后我就说，然后说哦，我们要这个，然后他就说可以啊，没问题啊。是真的有这一段了、啊？有啊有啊，你不是在唬我？当然不是啊。我说你记得我不记得？那你知道是谁推荐你的吗？就啊，对啊，在这个工作之前，我在一本杂志叫《足球主义》写稿，写了18期，一毛钱都没拿过。可是因为有了那本杂志，才会认识他。对对对，那整本杂志的主编介绍他，后来他就是都是在足球啦、体育啦，然后后来因为他也 Cookie 也非常能言善道，然后胆识非常酒胆很好，胆识很强，然后也很会画。其实我的工作就是去帮忙清台，那时候，那时候我酒量真的还不错，这个也有做一些棒球的经纪啦，哦，那个比较后面的足球的这个行政官啊、新闻官啊，带国家队啊，2011年还去马来西亚，他这个叛徒台北代表队去马来西亚。这个故事是这样子，2011年的时候呢，世界杯资格赛，然后台湾抽中马来西亚，那时候是1-1嘛。主客场，然后我被选为台湾的媒体官，然后对的是马来西亚，所以呢，我要代表台湾去马来西亚比赛，然后我要帮忙翻译，然后比赛的时候我还要站在球场旁边，然后帮台湾加油。对，他那时候我还跑到球场中间去，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当然是他的家乡，也是扮演这样的角色。这个是我在应该台湾媒体的最后第二份工作，就接下来我棒子就是他，就是克明哥。之后我所有的工作就是克明哥来接手。好了，这个也是，其实我跟你是在美国职棒认识啊。我们还少讲一样事情，就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一起搞了一本杂志叫《美国职棒》，那个那时候我念研究所，然后我的工作就是救援投手。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开始嘛，我们要找德州的人嘛，就在美国的人来写稿，然后跟他们常放鸽子，就有时候一放鸽子啊，我就是要赶快想题目，赶快写，然后可是我很粗心，这老大呢就每次帮我交稿，错字一堆，但是他写稿很快、啊。那时候那个我们写那个2007年是季后赛8队分析，然后刚好那一年那个科罗拉多打到最后一场好像才输19战18胜，对，然后刚好我们距离杂志的截稿很接近了，然后非常的就是在等这个结果，结果一出来那天就赶快要出完这些跟这个科罗拉多洛基有关的，然后用完就要送到这个校对完弄好编好就要送到那个印刷厂去，这个相关的都是这个强力救援网。可我写稿比较快我承认，可是我错字很多，也是因为这样子，现在我看到很多就是同事错字多，我有点像以前的我。然
然后我们要去综合对稿嘛。对对。他约了我几次去帮忙就校稿，我都没去。嗯。然后就校完稿就要去印刷了。对对对。所以那时候他们两位就是在这个美国职棒杂志作为一个外稿的一个同事，就一起来参与很多。对，那时候我还没有电脑。我还是去那种研究室啊、哦，对对对，研究室没有电脑。我有一台桌上型的，可是比较少用。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说你都要去研究室，都要研究室写比较快。哦，啊，那时候的稿费还满意吗？忘了、欸，不会，反正那时候我很穷啦，只要有钱我都 OK。所以我都灌字数给你们啦、啊。我说真的、啊，你们听到这里啊，你们就知道其实翔哥是我的恩公，就是。这个世界上哦，翔哥只要叫我做一件事情，我是不能说 no， 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2012年以后，就那个你在大陆和回到大马创业，这个就跟我们没关系啦，对不对？没有前面的那些，也没有现在。其实我今天想要拍这个的目的是因为我其实以前是没有资源的，我是一个外国人，然后到台湾，然后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就不小心就变成自己的职业。我其实那时候收入不高，一个月可能3万台币上下，然后扣掉租金，其实我的收入不高。啊，翔哥那时候常请我们吃火锅。没有办法给很多的什么配啊、外稿费啊，哦，大家自己掏钱出来、哎、吃火锅啊。对，很多观众都觉得每次在下面说什么老板好啊什么之类，可是我想和大家讲的是，我以前也是很辛苦走过来，就是年轻的时候一个外国人到台北念书，然后还要工作，做的事情是自己喜欢的啦，然后自己的兴趣。因为我记得老板以前做过很多，老板的。对，以前他一起做事情做蛮多，而且做记者，还有去当一阵子的有当经纪人啊，对对对 对，那时候我记得有个投手到独卖巨人，黄志龙，你看就做的事情还蛮多的。没有，其实我当经纪人的时候我就不碰记者的东西了，就不能碰，因为失去中立性。其实国际是蛮有责任心的一个，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有件事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时候你在就带黄志龙的时候。啊对，然后你好像为了说希望他投球上可以进步，因为他那时候球速已经很快嘛。嗯。你还记得你印了一本那个先投手圣经？对，Nolan Ryan。对对对，我印给他，厚厚一本这样子。因为那本书很难找，我去图书馆找到之后，然后只能就是印出来。对，然后他好像有印本给我这样子。那天我在整理我家的时候，突然翻到那一本，然后哦，这不是我10年前的吧？对对，差不多有，差不多有。就从小就是当爸爸的料。专门照顾你就是对对对，很会照顾人，就严父出逆子。自从后来也是，哎呀，没事，都过了。所以你看他在台湾那时候从事体育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工作都非常的丰富，然后非常的你很官腔啦。Nope， 你这一到镜头你就这么官腔。可以再补充一个，还有什么？刘国基有上过那个韩媒哦，那忘记是哪间韩国媒体了，就那时候好像是在比，有。比如翔哥有上，就有次我们那是比什么比赛，在台湾比的，是那种棒球，然后他们在讲一些，好像是我记得那个内容好像是说什么哪个球员怎么样，然后后来那个韩国媒体就把你们两个人照片，真的吗？有，我记得有这一段，把我们的照片放进去干嘛？就在讲说哦，这个谁哦，刘国基表示哦，什么怎样，然后王翔表示这样，真的吗？你记得好像有印象，但我忘记是哪一家有，但那是韩媒没错吧？韩国媒体，韩国媒体，对，真的吗？有啦，我知道我上过巴西媒体，巴西媒体啊，就在五人制的时候啊，对，所以说你看这叫刘国际馆，这不是叫假，对，我觉得是这样。其实我今天其实主要不是要聊这些，我主要是想请翔哥来告诉大家说。当初我因为你来评论我比较对，我自己讲自己很努力其实不太对嘛。对啊，你觉得当初的我就是在美国职棒之前我是怎么样，因为我还是一个学生嘛，你觉得那时候是怎么样努力？那时候学生他真的是非常的就是投入啦，非常投入，今天交代有什么工作有什么 case 或是有什么临时的任务哦，他都几乎都 OK， 没问题，他的口头禅 OK， 好，就是有交代我都去做了。对对对，然后他就很乐意去尝试各种多元的东西，然后他有一个好处，他虽然年纪小，但是他就是不怕生，哎，不怕长辈，所以很多真的很多长辈啦，什么协会的理事长啦、秘书长啦。
或是什么总教练啦，或是一些老师啊，对，欸，他都始终很容易很快都可以跟他们混在一起，然后讲话非常的投入，没大没小，没大没小，所以，真的这是你自己讲的，所以真的很多长辈对刘国际，就对老板啊，是非常的称赞，但是没大没小是那个时候他最常得到长辈的那个评价。可是那个没大没小不是不好的没大没小啊，我觉得他有时候就觉得怎么会这样讲？而且不是贬义的没大没小，而且很多长辈跟他认识以后，常常相处以后，都会觉得说，今天小刘怎么没有来啊？小刘这次要不要来啊？他就会让那些长辈非常的疼爱他，喜欢他这样。他就是有那样一套的这个能力啊，还有魅力。他那时候大学生，其实人家都对那些长辈也是说，他不像大学生啊，这个好成熟，像30岁的这样。这好吗？对一个20岁的人说三十，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其实翔哥刚讲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有一些。就是激动，因为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能这样子，就我没有办法在一个陌生场合，就是很开心啊，当大家开心过，已经老了，就是我就很怕生了。可是你讲到那以前我的那个，对，是啊，就是跟什么一堆爱啊，对啊，都过，然后所以后来这个什么台湾的体育部女部长也是很喜欢她啦，对不对？对，都很欣赏她啦，都可以做很多工作啊，所以她当球探啦，当经纪人啦，当。记者，记者啦，当那个球队的新闻官啦，或是协会的媒体事务联络啦，或是他在自己在这个他的领域上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所以他那时候这个毕业要离开，突然跟我说啊，他要离开台湾了，他要去大陆这个闯一闯的时候，我都非常的难过，这样，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哪有，但没想到他后面闯的这样的成就，而且自己后来再过了几年又在大马去。从事了这个艺人的这方面，然后还有这的确是非常的不错。结果我分享一下，就是我为什么会离开体育媒体圈呢？体育媒体圈其实是很开心的一份工作，起来就是工作，我的工作就是我的最爱，我的最爱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工作，其实它是一直循环，是很开心的一个工作。而且那时候我在政大念了新闻所，我学了一些管理的东西，所以我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跳脱一下。那其实我做决定是很快，当我决定要走的时候，其实我大概不到2个礼拜我就走了。对，我就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很快的决定，然后我就很快的就走了。对，然后只留了一句话说，我绝对不要夹着尾巴回到台湾。然后在大陆，我在上海就是很努力的，就是不能让自己失败，就是这样子而已。那柯明哥来讲一下，他在上班的时候把他抓出来，然后一直不让他讲话。很好啊，很好啊，可以顺便休息一下，还可以偷懒一下。柯明哥现在拍影音。拍得不错啊！对啊，东森 ET Today 新闻部，体育中心一把手了，差多了，差多了，差多了，一把手是，没有翔哥就没有现在。对啊，你看他是多少人的恩公啊？恩公，恩公老板。不，他是我恩公。我还有什么事情让你比较印象深刻？国际足球踢的真的是蛮好的。有吗？以前有去踢过一两次吧，脚头很够了这样子，然后还蛮喜欢指挥别人的这样子。那这不是好事。那棒球好像就还好，普普通通。我棒球打得好是在上海，因为那时候没事做，就每个礼拜都去打垒球、打棒球。哦，对。之前很烂，我在台湾是不会打棒球的，可是我想做给一些观众来看，说以前就是怎么样走过来了。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中这么简单。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老规矩，喜欢这个节目，如果 YouTube 看到的话，记得点赞、订阅之后打开小铃铛。如果 Facebook 看到的话，记得把它分享出去哦。记得订阅我的 Instagram， 他们两个 Instagram 就不用了。我们下个礼拜在节目见，拜拜，boom。